诸位大德法师，各位信众，现在上魂要来给大家宣布一件真殊胜的法会，也就是香公山上净寺观音殿要举办这个开光典礼。 时间是伫个今年2019年7月21日，农历6月19，早起时10点，咱来举办这个殊胜的开光典礼，上魂真正至诚的邀请。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盛会，共同来接受着佛光普照。若是要报名，会使注意；若是要参加这个开光典礼，会使敲电话来报名。咱会使敲予净智法师，伊的电话是。 646-416-1472，也当联络净心技术，伊的电话是917-582-3793。若是要用 email 电邮来报名，就是 wbcjcjc@yahoo.com， 咱若是要坐游览车，请大家伫个报名的时阵，爱甲登记报名的法师或者是技师来提起讲，你要坐这个巴士、游览车。 咱阁会替你安排伫倒位来上车，也就是上车的地点，啊，阁上车的时间。香公山可能大家真正陌生，那现在上魂简单来介绍咱香公山。 香公山是禅魂为着要安静办的弘法利生，所以自从1992年开始，就时常对法拉盛甲这个纽约上州之间来来去去，目的就是要找一个 适合出家人来修行的所在，还有提供大家信众来学佛的清净道场。禅魂经过几十年的打拼，最后伫个西元2000年。 7月3日，才来创建香公山禅净寺。同一个时间来成立香公山净团，目的就是来培育精才，有佛的慧命。香公山 是伫个美国纽约上州，是一个禅净法门的道场。这个香公山会使讲非常的清幽，湖水澄澈，那亲像西方的七宝池，溪水一个流的声音。
祖先佛祖在说法，一个鸟仔在天空天顶在飞的时阵所发出的歌声，亲像在劝大家念佛、念法、甲念经。 这个风微风吹来，吹动着这个树篮，树篮咧摇的声音，那亲像作者乐队伫遐咧作乐，互人听着，心内拢会升起念佛、念法、甲念经的心。 那香公山是有啥物嘅意义呢？这个香就是正法之香，会当将咱所有无好嘅味拢解顺去掉，会当使咱嘅心清净。啥物是光呢？ 就是破戒谛根，伊会知照破无所及以来的无明，灭除咱种种的罪业，使予咱会当证得咱的清净自性。三是啥物意思呢？三代表清净的圣地。 会当予修行人安心来住伫个遮来修行，成就菩提之果。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香公庄严，伫个《楞严经》第四智菩萨念佛圆通章伫个讲。 若是众生心亦复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弃佛不愿，不加方便，自得心开。如染香人心有芳气，处吉明月，香公庄严。 因此，咱香公山，那亲像是一个引导咱所有众生进入香公庄严的极乐净土的修行圣地。欢迎大家伫这个殊胜的日子，共同来香公山参加。 观音殿开光典礼，希望大家都会当得到佛光普照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阿弥陀佛。